你怎么这么听话？ 原来是吐气，这么大的洞，我那边戴一顶，怪的，有点不好意思。中国的小小好漂亮。这是安踏系的三大箱，衣服鞋子都有，家里人们都要。我们要把这个男神，然后还有衣服，还有小孩的，他快发的时候发一。 这个绿颜色你喜欢？我喜欢这个新男孩子，这个脚好大呀，这个43，我脚。你脚大，穿这个合适。哎，这个脚大，好小，这个是男孩子。还有哪里？这个是。那就这么。是我妈妈男朋友，他想给你寄。请我拍照。对。跟你们家那个一样的。对。 可以，这里。哎，他那个皂要有专属的，你可以采料。哎，就你这么看吧。准备好了啊？对。啊？哎呀，大力士，你简直是大力士。对呀。哎，你妹妹回来了。哦，膝盖裤夹。这么大个包。还紧着。 这是什么？这个是美国人嘛，他给他寄美国的上学。哦，你妹妹要去美国上学了？哦，寄上学，他们付钱。哦，他们赞助你妹妹去上学是吧？哦。妹妹跟他。哎呀，你们家个个都是学霸。<笑>你上了几年级？<笑>哎。这个真是别发了。<笑><笑> 搭灶，对呀，一会儿再建。小陈哥，那我们一起。走。哎，飞，你走来。哎，他们平时做饭就用三个石头搭一起。哎，那这个地方搭灶其实挺合适的。这应该也是一个小灶台。 烧木炭的应该是。这个扔出去。小姐，这个砖你能不能顶八个？这个砖你能顶八个？我不信这个砖你能顶八个。 哦耶，他们这个啊，我问了一下，他们主要是烧木炭，他们没有烧柴的需求，所以说要么咱们改进一下。把这个稍微审烫一点。小一点的。对，做小一点。这个地方是不是在加一块砖就可以了？是的，是的。上一个灶我就这样搭了。那这边弄过来就放门就小了，它出灰就不好出来，这里。把这个左边这个立起来。这个立起来。不是左边的，最左边这块砖。这块儿。对。啊，这样子。对。哦，可以。这就可以。哎，哦，三 K 有，三 K 有，三 K 有。哎，你说，哪里？三 K，三 K。三 K 有，三 K 有。哪里？三 K 有，三 K 有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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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
No. 他老是以为我有功夫，这样一下他就两节了。老李，我觉得这个灶搭起来应该比菲力家那个应该好用一点。对，有经验了，安个烟筒。菲力，你找个东西。就是跟你家那天用的那个圈儿。
他不是到时候要烧木炭吧，弄一个铁圈然后搭起来。这我去找一下没有的铁丝网。铁丝网可以可以，找一下。好，但是这个行不行？哎，可以可以，有点聪明了现在。菲利，我怎么没看到这些小孩子他们爸爸？他爸爸不在了。那个阿姨一个人带这么多孩子？包括小孩子到我们上学、买衣服、吃饭，他都照顾。他一个人？哎，好厉害。Bye. 本来菲利说要给帮忙的，因为他这几天身体也不舒服，所以也没有让他帮忙，坐在外面休息，帮我们沟通一下买材料的事情。这个砖不是一般的大。小子哥，这是你未来女婿啊。叫爸爸，叫爸爸。爸爸抱。这玩笑不能乱开。老李，你这又是什么操作？水泥沙子不够了，就这个搁一下缝子。哦，防止烟囱跑烟是吧？对，明白了。应该说这个地方可以放柴，然后三天以后可以使用。啊，这边的买点蔬菜，俺不能放点姜、卡、五谷、苦米，我那前面搞个桌，瓜粉也不用给他放点弄着，我那开阿粉就给他弄着苦米，我那我放点皮干。跟他说烧木炭，下面这儿有一个网子，你看一下，不清不清？啊，反正买点柴火嘛。Very good. Very good. 老李，你得到了外国友人的认可。你手艺可以。我都不知道怎么表达了。大家都挺辛苦。Can keep saying good. Good. Yeah. 我手呢？他怕我手被水泥给打了。啊！我这里。No problem. Thank you very good. 这英语说的是真好。嗯，挺溜的。这菲利说他是这边的医生。哦，医生。哦，难怪呢。Can go to home to eat rest to take this. You eat it.哎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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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哦，他买的橘子让你吃。Orange. 哈哈哈哈哈。Yeah, yeah, orange. 不，给小孩子吃，给小孩子吃。No problem, you take, you go to eat. 三个月。Thank you very much. Welcome again. We are at home. Okay, okay. 果实啊。这叫劳动的果实。哎呀，感谢感谢感谢，太热情了。好了 ，goodbye， goodbye， goodbye， welcome。嗯，好了好了。好了，我们回去。哎，你还骑着自行车？行，那你先走，我马上就回来了。哎，那不累，骑这个网红卡。小伙子，这叫回避哎。哎呦，你今天怎么这么听话？对啊。嘴巴上抹了蜜是不是？是不是吃了蜂蜜？没有。没有。哎，脚确实也挺脏的。你口子都坏了。没事没事。你怎么再长一点也没关系吧？哎呦，豆豆，你现在有点懂事。你都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等一下，给你穿新衣服，行不行？好的。啊？好的。
豆豆，你给你妈妈有没有拿过洗脚水啊？妈妈自己没有，没得花。那为什么给舅舅拿呀？啊？辛苦了，那我还能啊，真懂事儿。嗯嗯，这样。啊。爸爸妈妈。没事儿。啊哈哈。欢迎回来。我知道了。我知道了。我快点洗。老李，你的待遇可以啊，两个人伺候你洗脚。豆豆，我的脚。好像也有点脏啊。好的，给你洗。你给我洗。哎呀，算了，不用了。你给老李舅舅洗就好了。我给你们两个洗。真的？实话当真？你说中国人不骗中国人。中国人不骗中国人。你是坦桑尼亚人？不是。不是的。根本就不是。你干嘛啊？这是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都没闻到臭味。那你必须闻一下。我闻不到。我把你来闻。我闻到臭了，确实有点臭，确实有点臭。对吧？嗯，对。我逗你玩的，我去给你接水。你逗我玩的？对呀。你还会逗人呢？对呀。哎呀，好，谢谢啊。慢一点，别把衣服倒湿了啊。哎，飞点，我们把这个分一下，换一下衣服，我们拍一个照片。你看我这有尺码表，从43的到36的都有。这是小孩的。这个是。跟菲尔差不多大的，夏飞，叫威比，中共法，哎，辛苦了，这么上车，这么上车，哎，太不好意思了，跟你嘴着说谢谢，哦，蹲着说谢谢，好有礼貌呀，啊，中不大法，哎呦。哎，这个给你穿吧，他用中文跟你说谢谢，不用谢。哎，菲利，这个鞋子好看。哎，这个好看。看着，软软的。这个得说把球拿出来，你这个跑非常好，跑步非常好。对，你看这里，动，那跑这个样子，他给你努力跑这个样子。你这个鞋柔的太贴心了。对 ，Maggie， 他是哪个？这个是不是 Maggie 的号？Maggie 42 ，Maggie 是42。这家伙的。我在那孩子越久，我才穿40，他都穿42。他脚非常大，说你啊。哎呀，不用谢我，你要谢安踏品牌方。好，感谢安踏品牌。感谢罗尼。没关系，没事。小孩自己上的。我妈妈说了，非常感谢的，特别开心。特别开心啊，开心就好。你这不叫乖乖。36的是你的。哎，没事。对。这边的弟弟回来不爱他，太好看了吧？这个是不是菲尔的？对。
这个是你的衣服吧？这个是我的。哎，这个是你的。这个好帅。我谢谢你啊，还给我拉洗脚水。快去换衣服。我帮你穿的。谢谢。他把你下车了，底下。 谢谢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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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
茄子。